猜。好。哥哥帮忙。弟弟也帮忙。弟弟也帮忙。然后呢？我们要把这个壳打开。把塑胶壳打开，打开来蛋。它蛋后面是什么？蛋，它蛋有条线的这里。它蛋有这个干嘛？那蛋后面，它那个蛋后面那个两个圆圆的东西，是不是有什么开关吗？要拔掉啊。你先那个，你它有什么胶带贴住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有胶带。先把胶带拔掉。好。然后它那个两个胶带先拔掉之后，它两个可以转吗？可以啊，对啊，当然。它可以拔起来啊。好，另外一边有没有拔？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然后你把那个，那你，别不能拔。它有发光了。对。是哦。对啊。拍到。有声音吗？没有。太有趣。哎，那我来。他温柔，爸爸。它叫耶、它里面叫，好可爱。你先摸它，它就有声音吗？对啊，它真可爱。现在它给我发光，它给我发光是一个裂缝。你一直摸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孵化，然后它有可能几天之后，它就会破蛋。破蛋，然后它就会跑出来，然后它上面的有眼睛会亮亮的光吗？有啊，然后那就是那个裂缝。是，我把灯关掉，看它亮亮在哪里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哇！它在笑。变红色，那你看，哇，好酷哦！所以你要一直摸它，然后你要很爱它，很关心它，这样它才能赶快孵出来。所以那个光就是裂缝，光是裂缝，那你要到全部的光占满整颗球，它才有机会破掉吧。转一个角度，就转一个角度。那个光不是他的眼睛吗？对啊。那裂缝啊。哦，好酷哦。那个发光其实是一个裂缝。它跟你的头比起来，谁比较大啊？哥哥的比较大。好，请继续孵化它，照顾它，它就会。它就会孵化，它就会孵化跑出来。